读经典的目的是了悟空性，了悟佛的知见，不是要读经典，不是多读。如果有一天你对空性已经熟了，是要了悟了，可以不读。除了你为了度众生讲经，你要读。如果你一部经已经解脱开悟了，可以不读经了，可以完全在教典上修了。如果你还有迷惑在世上透不过，那你的空性正解不圆满，那继续读了。读金刚经，你觉得就没问题了，那好，你可以继续修。你觉得没问题，但是你回来是红尘里边或者休息上有很多过不去，那你就读读其他经，因为每一本经的角度佛讲的不一样，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你还是有盲区，可能那部经的某句话正好能破。多读经或者少读经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了，是吧？读经的目的是了知佛的正见。你一直认为自己在文思这方面就很弱，就是看了也不怎么记得住。文思是文，听闻是为思考的，不是为了背诵的。听懂了，当我比如说我跟这位师兄聊，或者这，当我们在听或者是去听闻，不管是讲义也罢，或者是经的讲，听懂你就听懂了。有的可能是当下你没听懂，过着几半年六个月你就听懂了。还有他不是说你的东西的，他没嵌入你的记忆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听，无所谓啊。听不得就算了，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，你没有感受，深刻的感受。修定是为了旁看清楚实相的，是为了开启智慧的。读经是为了了解佛的知见的，所以无所谓你读多读少，不在于你修做几个小时，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看清实相。如果你又能了解佛的知见，又能看清实相，不用读经，不用打坐，问题是不能啊。问题我们都不能啊，不能，那就又看经，又打坐，又闻思吧。